做，穿队服。他们那个服装新换的，上个星期三才换的。之前那个服装要厚一些，这个要薄一些。people.
相机可以抓住，上面手机就完全只有用最普通的一种模式，用长焦看不清楚，相机可能抓得很准。是一个保安嘛，之前也有一个带不锈钢的，这没来。好了，外省的，全国各地的，还有记者啊。
电视台，反正就是很多媒体。太多这种歌曲，但是他们都是一首一首的给我的，要的歌都是单独的，我不好传到网上。他有些歌是有版权，那这个歌是没有，这些歌只有一首，只有一首歌在放，还有一首是在奔驰在绿色草原上那首歌也是有版权，这个是上班时那个那首歌也是有版权的。这些歌就没版权，你随便放。过两天我还是用稳定器跟着拍算，我现在用三脚架拍的，三脚架，然后我配的长焦50-400，就基本不用动，直接把那个镜头放到缩小就可以。之前我是用稳定器跟着拍一下，跟着跑，但那个是用变焦定焦的镜头，这个画质要好很多，毕竟那个是那个镜头是最好的。那这个镜头租的，我想买这个镜头，但是一直考虑要不要入手，因为它不是很保值。之前这个镜头出来是8000-9000多吧，现在7500。之前放大声音效果肯定不能和相机比，所以我用相机拍了之后，我都是把那个罗马和那个加在一起的。罗马那边没有直播，那边环境不好，太窄了。把那个镜头买了算了，反正就是
1000多块钱。心里200块，1500，19000的，然后玩了2-3个月就把它卖掉了，也亏了2-3块钱。那个镜头，哎，这个好用，5040，5040好用一些。它是7200，然后长长焦短焦的，这个就基本上全包邮。他们粉丝走了一些了，中间的人少一些了。昨天上场的时候不是有些服装队跑过来合影吗？好像成都本地的人。真算了，我说没有人把它遮住。真的也才来没多久。我现在天太黑了，还比较晚。今天成都最高温度38度。